妈妈会寄关庙面，对，类似关庙面那种，就是反正你就是晚上饿了煮一煮，加个什么维力炸酱面就可以饱一餐的那种，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。其实生活的小细节这种东西好像会比较。会瞬间啊，比如说，因为我不能吃牛肉嘛，我们一起去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可能有别的朋友，然后他就会说，哦，可是冠瑞不能吃牛肉，他会记得你的就小细节这种。陈冠瑞兔富含选秀心酸，吃关庙面求生，和 Leroy Base One 张浩有好交情，普贴心暖举。我大哭，我就是收到 email 跟我说我通过那一刻，我就是在房间里就是我不是那种哇，就是那种就看天花板，然后那样眼泪这样。落下来，然后告诉自己这真是辛苦的那种比较 drama 的那种感觉。台湾琳娜陈冠瑞今年年初只身一人参加韩国选秀节目《Boys Planning》，具有相当亮眼的表现。不过最终止步23名，五月成为男团 Leroy Base One 的一员。不过竞争无忌受到关注，七号也将举办人生第一场粉丝见面会。真的是太就是很喜欢 K-pop， 然后真的很想要去到韩国去享受更大的舞台，但是其实就是顺其自然，有一种瞬间得到很多人关注的感觉，但是就会觉得很幸福吧。可能是因为真的是从小就是学习传统舞蹈的关系，所以。在这个部分可能或许就会比别人来的有一点先天优势。当我自己选择要去到韩国挑战的时候，虽然讲宽一点也就是跳舞也就是唱歌就是都一样，可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。对我来说，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再认真一点，我或许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在等着我的那种想法在过生活，每天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，就是等到有那个机会出现为止就不放弃。节目结束大概2个月之内都会有一种就是我就会直接就密他们说你们真的太帅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会联络，就是说你们就是真的很帅，我就说有空我要就是我要练你们的舞，或者是我要就是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拍个 challenge 什么的，就是其实就是转念，妈妈会寄关庙面，对，类似关庙面那种，就是反正你就是晚上饿了煮一煮，加个什么维力炸酱面就可以饱一餐的那种，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。而陈冠瑞和 Leroy Base One 中国籍成员张浩也因为节目培养好交情。12月27号陈冠瑞生日，张浩甚至还献上卡片和花束。其实我有点吓到，哦，完全不知道，就真的就是很。舒服的那种关系，就是他有时间我们就见面，我有时间我们就见面。他知道你是有这个，他知道，因为我昨天才把我练习的影片传给他，就是我说可不可以给一点 feedback， 他不会是我觉得你这里可以这样，他就会说你这里要怎么做，就是这么直接，就是直接，就是就反正就是真的是很舒服的那种朋友，就是不会拐着弯讲话。就其实生活的小细节这种东西好像会比较。会瞬间啊，比如说，因为我不能吃牛肉嘛，我们一起去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可能有别的朋友，然后他就会说，哦，可是冠瑞不能吃牛肉，他会记得你的就是小细节这种东西。用发绳把耳朵这样缠两圈之后，把耳朵这样套着，这样子让他就是两边都要套，就是稍微让他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听我们就是练习生们传来，或是早上灌一杯。没事，我觉得这个很有用。哎，突然发现哦，自己这样微调出来了，眼睛就不肿了，这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国成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蓝蓝，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清，我是陈文君，我是陈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！
载，祝你得奖。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OK,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. Merry Christmas.